picture out of focus, but it looks clear to me. You're talking, feels like no one's listening. You think you're not interesting, but I just don't agree. 我爱你。小麦，你的右手可以勾着老师的肩膀，还 OK？ 对。看对方了吗，爸爸？哦，哎，两位新人的手要有一点交集啊，哈。你的手要放口袋啊，你这样娘娘。See the sky is smiling. There's no need for hiding. You're all I want. 老婆，我来喽。Go！ 新娘的宝贝可可兔的年月日。九五一二五。怎么这么厉害 ？Ringo，Ringo。新娘的两个胎记位置。好吗？跟妮妮舌吻十秒。可以带走了。有人欺负你，我会第一时间出来帮你。哎，等一下，新人摸。五年前我们那时候在篮球场的时候，我牵着你的手，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想过要放下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我好多话要跟你们说，我都打好了。有一种小抄。没有，我今天不要让你们跪太久，所以你们回去慢慢看。你们蜜月回来，我要考试，看你们有没有看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共组一个新的家庭。遇到什么困难的话，一定要互相沟通，维持这个家。是。今天女儿要出嫁了，不用担心，我找到一个值得付出一生的好男人。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我永远是你们的宝贝丫丫，我永远都要来这里。感谢你们辛苦的爸爸抚养那么大，我承诺我一定会用尽我的生命让他成为最幸福的新人，不会让你们失望。送赠书捧花，
不是希望你赶快出嫁，而是将幸福传递给你。不管你未来的决定是什么，都希望你的计划顺利美满，拥有充满幸福的人生。 In my